要撞个 mic faster 都会哭，他们没法做相同程度，因为他们相信 hiphop 只有金钱方车不断重复。 I don't love that, I don't hurt that， 靠本色就以霸气外露，因为想起就能乐，在其中表现自己说态度，不说个主流 from east and down， 坚持做就算是个颠倒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荣，我在队内是肌肉和舞蹈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很 man 的甜豆泽宇，在队内 vocal 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长阿宇，在队内是暴风 rap 和舞蹈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明日，我在队内是王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亮，在队内是高音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哥子豪，我在队内是舞蹈担当，还有脑力担当。其实不是很有时间，对，因为不是很有时间去看电视剧，因为电视剧太长。动画片不是我们那个。我看，我有看《假面骑士》片，《假面骑士》。然后，但反正呢，就是比较很喜欢动漫，像是《海贼王》那种。没有，我感兴趣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比较喜欢漫威系列的电影，很多所有人都是漫威迷。小蜘蛛，我也是小蜘蛛。哦，对，没有，有，咱俩哪有？是输了。我有过一次打车的时候，那个开车的那个老师傅就说：“哎，这姑娘长得真漂亮。”没有，我和狗狗还是谁来着？还是新龙啊？我忘了。你有想过是在说狗吗？没有，他看着我说的。哦，我说我是男生。我在流星花园里饰演窦文姿。我在流星花园里饰演何元姿。我最讨厌的在背后鬼鬼祟祟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你找他做什么？你找他做什么？你跟他说，叫他离生菜远一点，不准给你生菜啊。我哪这样说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打着我就是道明寺表哥的名义接近生菜，让你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否认啦！你这死猴子，闭嘴啊！好嘛，不说就不说。不过让我再说最后一句就好了，是鬼鬼祟祟的，不是鬼鬼重重，我还重重危机呢！闭嘴啊！觉得没有，就因为在学校里面。学们跟我们都差不多，他们就是也喜欢有学钢琴的呀，也有学舞蹈的。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很像，就是为自己喜欢的学努力。有过，但是坚持下来，有没有毅力？够努力。因为，天赋肯定是有的，但是。我们现在的成果都是一点点努力出来Thank you.
第一次镜头，第一次面对镜头，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点紧张。Hold on you 的时候，对 ，Hold on you 它是 MV 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特别紧张，然后紧张特别，对，因为不紧张，第一次你见他 MV 不紧张，对，就是镜头在那摆着，你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厉害。看着镜头就是做好自己，挺有自信。关着我哥哥，香港红勘，是吧？香港红勘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紧张，对，然后整个观众席都坐满了观众，当时我们表演的好难哟，而且幸好只是一面，要是四面的话，就心脏，我感觉就感觉要跳出来。就是 Mass Uno 一样 ，Mass Uno 用的还是一样。就是龙哥他那个衣服不知道是大还是重了，然后突然就掉了。然后我帮他踢了出去，我帮他扔了扔了出去，扔了泰国姑娘，哦，咱俩怎么想一样是吧？差不多大，就是想的一样行。对，都没想到那么多哥哥姐姐们居然来看我们的表演，真的是特别的开心，特别意外，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国外演出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国外也有很大的人气。对，真的。我其实都喜欢，我喜欢伊娜，就是最喜欢的是伊娜，因为她现在是我们的出道曲。对，就是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对音乐对 hip hop 的态度，也表达了我们只要有音乐就足够了，然后不忘初心，其他的外在的物质都不需要。小插曲就是有好，你来说。那我哥在录制的时候摔倒过三次，因为当时是在水里拍，会很滑。有一场群舞，对，就是因为哥哥姐姐们考虑到我们的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就是给我们把那个取消了，然后给我们加上了一个木板，然后最终然后拍摄完毕，因为木板才拍摄完毕，不然我们三二一开始。烦死了，现在每天生活冷无生趣，每天生活冷无生趣，是了无生趣吧，是了吗？你们平时都这么说，我吃饱了，我死了，我要走了啊！你太无聊了吧？哎，又是同一个了，够了。哎，按照你的说法，应该说够了。好了好了，你高兴就好了。